看这一题，他说右图了，右图这个图所示图中哈 ，A、B、C 何者具有弹力位呢？这里有伸长，所以它具有弹力位。这里是原长度了，没有压缩量，也没有伸长量，所以这没有储存弹力位。这个也有了，因为它有压缩量，所以 A 跟 C 除有弹性位呢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 啊。哦 ，A 跟 C 哈、储存有弹力位，而且这个弹力位呢哈、这个是 U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一 kx 平方了。X 可以是伸长量 ，X 也可以是压缩量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C。